可以带回去参考看看，就是最新的，而且它主打的是三抗，抗水、防尘、耐刮，你生活上的抗水，抗水啊，你可以在生活上便利性的使用它，比如说你带到海边啊，或是不小心打翻茶水啊，你不用担心它会就是坏掉，因为它抗水又防尘，你不用担心它的电池槽会有进灰尘什么的，然后它荧幕又耐刮，它是康菱的金刚玻璃下去做的，对，所以你可以不用担心它，它生活上的很便利的很便利性的手机，可以参考看看。那我们这一支市面上的话，空机价是13,900。你是说那个 iPhone 那个 Touch Screen 的，都是一样？对，它是热感的。热感啊。对，对，你可以摸摸看它热感。对，谢谢。谢谢你。